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咱爱勤修精进，戒定慧。菩萨行中啊，就是菩提道。所以咱爱彼地相问，才会当幸福多啊！各位，学佛啊！ 那一定要细心、顾念、责任心，咱能心啊，佛做地心有偌久的时间？何况讲，将佛心来看众生，是毋是？咱逐工逐工人甲人伫咧见面，人,人在在。人 大地伫咧见面嘛接触着大地，接触着人间，咱是毋是？有甲即个心浮现伫，条件哦，逐工都看真在佛啊，看人人拢是佛，因为人人本具佛性，有用即个心来。 面对着人群，那有呢？那就是、啊、日日都记着心佛众生无差别，自然呐，都常常感恩师妈、恭敬师妈、爱师妈，这三心,的、啊、心的呢，都已经记住哈。我心地呢？ 咱解定慧一定是相助啊，相助伫咱诶心灵，那么彼此相关。若、啊、有即三心伫咧啦，有即三无六河，自然呢，咱伫菩提道中步步向前前进行，安、啊、尼咱会未兴奋诶，其实。 人人本具慧心，咱做囡仔，逐工啊，逐工咱都有听到，每当的消息，美国啊，纽约啊，大纽约州啊，几个地方的灾难，着、嗯、全球的组织人开始慢慢地咧启动起来。 为着美国，安尼呢？伫咧看无，看着伫迄个马来西亚，就是响、啊、应咱伫咧推动啊，人人用爱啊汇集起来去帮助现在伫美国个灾难，看着互人足感动，阁是真可爱，阁是会当证明。 人生本具佛性啊，那就是啥？幼稚园啊，看到呢，小小的囡仔，真正哩天真呐、啊，确、就、实、是、呢。咱以为讲，细汉讲话啊，就是啊，骗会行多好，唔是哦，因真清楚在，在咱的幼儿园开始呢。 放掉即个纽约呀灾难诶情形，或者囡仔看啊，老师都甲因讲啊，是讲安尼伫咧何有毋敢啊，毋敢伫迄个美国，现在真寒，真侪人受灾难，真侪小朋友啊，嘛是呢。 无啥钱啊，无厝住，哦，该讲教囡仔呢，同情心嘛，就开始呢，甲囡仔讲，咱爱虔诚，爱祈祷，祈祷好，遐诶小朋友早一日啊，有厝住，定定啊，安尼老师呢，向囡仔安尼讲啊。 那在囡仔开始对天神祈祷了，看到四岁囡仔竟然在咧祈祷的时呢，安尼大声唱啊，甚至呢泪珠啊、眼泪啊，安尼直直流啊。老师问伊讲，声音啊。 你安怎哭啊？这小女孩呀，心硬啊，硬的、啊、都回答老师：“老师啊，我已经看到美国遐小朋友真寒，无衫好穿，失去了伊个家庭，无物件好食，所以。” 真可怜咯、哦！安尼哭啦，四岁囡仔哦，这是不是证明着讲人本具佛性啊？哪怕是四岁囡仔呢，伊会动真心去哭啦。另外，佮一位五岁啊，即、這个五岁囡仔呢。 自选伊呢，几多诶时唱得足大声？伊诶声呢，盖过了正侪人全班啊！伊诶声是最大声，真力伫咧唱。老师就问伊讲：“哪会唱遮大声？”伊讲：“我爱唱這，我真大真大声，甲即个声音呢？” 会当传到美国去，伫迄个所在受苦诶人，拢有听到我诶声，伫咧为因祈祷祝福啊！看，即种诶天性，五慧诶囡仔，即间唔就是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呢？ 误会的囡仔有法度呢，啊！我在看到菲律宾呐，伫咧义警咱菲律宾的负责人伫这个义警中呢，向大家人啊，宣布了美国这个事情，让因知影讲当初呢，菲律宾呐。 几年前卡萨那、啊、台风诶时，是全球呢四五十个国家帮助，其中有美国诶人嘛是安尼无法来帮助，所以啊，因当地不管是贫穷，不管是贫苦诶人，逐个人也是提出了。 虔诚的心祈祷，同时呢，还是共款乐观啊！有一个查某人，规身躯拢赚起来十几块啦，伊著讲：我虽然无钱，但是我充满感恩，等我有灾难那时。 是天下的赫侪人来帮助我，我现在钱是真少，毋过是捐出了一分的，迄个心，这是积足真大诶意义。那这都是贫穷诶人诶心声，佮看着人人啦，尤其是。 真遥远的爱尔兰，爱尔兰则有两个新发现的菩萨，一对红毛啊，最近甲自行两个人啊，听着舒服好用，所以就赶紧向爱尔兰政府提出了申请，准备去观摩，但是呢，抑个抑未落来。 以内，袂用诶等啊，对伊诶朋友、亲情顶顶开始无款啦、啊，甚至呢，伊已经去到纽约呢，还是去倒立吼、啊，去做救灾啦、啊，即种地方无有组织人，就应该啊触发伊诶菩萨，关关难啊，还是呢？ 心坚定，安、啊、尼也要无款，也个投入呢？伫迄个所在救灾，真诶嘛是互人足感动。你想，这敢唔就是心佛心呢？咱诶心甲佛诶心，一切众生拢是平等。只要咱勤修正直，那就是界定。 这都是啊，规律咱里？佛心灵有爱呢？心都无有距离噶，咱都会及时发挥细汉诶囡仔捌代志，老人经过在当体会人间诶疾苦，富裕诶人有了爱心，有迄个同理心啊，贫困诶人。 虽然伊贫困，确是呢，伊嘛爱知影，讲去帮助人呢，是一分呢，造福人群，别记意义啊，各种诶人都是本机本心啊。所以咱爱让人,人用心去体会，是不多呢，钱面呐、啊，都讲吼。 我虽算了盘呐，是亦非真灭，诸法从本来，相住即灭相。那、啊、所要讲嘅涅盘毋是讲人到最后迄一天，就是讲咱每一工啦、啊，咱爱灭掉种种诶烦恼，提起了寸寸诶道心，即系，那。 主自度要掉烦恼来度家己啦，那度家己呢，就是立菩提道啊。所以咱那烦恼灭啦，就菩提心吼。因为咱也是凡夫嘛，要断灭呢，分断生死。其实是变易心数，离咱呢抑阁真远啊。但是呢， 咱逐工、逐工都可以断灭，断灭呢，分断、断灭呢，电影咱诶念头断灭了，咱种种诶烦恼，这是伫咱日常生活中都做得到吼。因为诸法从本来，这个法啊，本来就是安尼，遮尔才清净啊。 无受染过吼，那咱人人呢，都是上注即未上。咱人人本具佛性啊，如来清净诶，本性，本来著是啊，本来著有啊。所以下面讲啊，佛祖行道义，来世得作佛，我有方便力。 开是三生还，是会咱啊，时时日,日日啊，都会通体会到佛所说的话。外面的有为法啊，虽然啊有生老病死，其实呢，咱内心诶无为法呢，是隐形诶啊。毋过即个隐形诶死嘛？ 长久以来都是不断受污染，咱现在都是要回归啊，要回归菩提道一路田，所以咱开始学佛安尼呢，千为佛祖，有滴咧行动，路有滴咧行，会入即个菩提道，步步寸寸，咱伫欢呼一路啦。 要走入呢圣人的菩提道，所以咱现在伫咧学道的人呐，呐叫做佛祖行道，伊即条菩提道呢嘛是正长啊，咱分分寸寸呐，即条路呢爱不断稳稳行好以后吼，那会当安尼啦，佛陀讲。這個 来世的祝福，这是佛讲：“咱来相信佛的啊？佛所说的话啊，佛多既然甲咱证明，你若会当照即条路行啦？来世呢，会当祝福，总是行，无有离开即个菩提道尽头呢，就是佛，就是觉悟的人啦。 我要方便了，开始三生法啦。因为众生啊，长久以来都是安尼，钉钉踏踏诶污染这一个心，习性啊，已经咧，已经，已经过来真久啦啦。所以佛陀呢，要互众生啊，学佛诶时间。 不断不断，人间来引导哦，那甲咱人路啊，带咱行路啊，所以呢，伊爱用种种嘅方法方便你，大家人拢真清楚咯，适应经济啊，适方便呐吼，所以开始三新法啦，所以。 佛祖行道义，吼！佛祖要安那行。 啊、修佛界吼、哦，所以叫做佛祖。因为咱那无接受佛道诶教育，那无接受佛道，教咱戒戒，何咱知影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呀，什么是恶呢？是心行是恶呢？或者是动口是恶呢？ 实在是起心是恶呢，浮浮浮这佛陀都安尼甲咱分析，一切的恶业啊，来自一个念头，起自一念心啊，开窍动舌啊，实在是起波动着一念差啦，一切的行为错，那安尼呢，就是叫做恶，所以。 咱现在知影遮个代志，咱来防止落来，叫做修复界开始。咱爱行菩萨道，自觉觉他，觉行即、這个觉悟了后的行为呢，爱伫人群中啊，真呢行道正直吼。若即条路安尼直直行。 有行到有进步啦，所以呢，行到真地啊，咱若无个身体着行，咱个德啊，就未起吼。所以啊，咱修行爱累积即个德吼，福慧个德啊，内修外行，咱内面若有修，外头爱去行。 所以呢，去实行身体力行，自然啦，咱著会当作福啦。安尼呢，名叫做佛祖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做佛祖所行道。又是呢，搁再讲菩萨，菩萨的通名嘛，叫做佛祖啊。 慧命啦，是佛陀所说法哦，知影过去毋着法惊觉啊，未来要安怎修啊？佛陀诶法将取出啊，咱接受着佛陀诶教法，所以咱心中慧命，所以呢则清明佛祖吼啊，心中慧命都是爱依佛。 诶，性格啦，所以产生了这个性人诶道路，那就是菩提道吼啊。又个再呢，诶，照给佛祖一方面呐、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这个、呢就是菩萨。一、这个、方面，那直直听，听来咱受用。 受用了后，咱来点传教化，真、这个、呢嘛是叫做佛祖，因为呢教给佛祖吼、哦，那教融就是啊，让佛法搁再较形成呢。伫咱人人都有即个利矛，唯有佛法会当救世。要救世，诶佛法呢伫咱人人都。 咱已经向上修行，在咱诶修行者诶身形中，一旦形成了一个诶道气，那则有法度互佛法诶形成起来。真、这个是叫做照界佛教。咱会当个再人啊，不断做啊，会当互佛法伫人间呢？ 安尼无断绝吼，所以内世得作福。咱若会当安尼呐，事前呢，咱内世都会当作福多。 内世作福，就是讲爱内世，内世呢修行，毋是一生一世爱内世哦。生生世世，咱定日听着，自持人啊、法官，生生世世在菩提中，对，就是爱生生世世，叫做内世修行哈，中点。 大势成佛，那过去安尼一直来，一直到现在，咱哎，搁再继续。所以呢，未来啦，未来不断不断呢，总是呢，到最后还是会当成佛吼。所以搁在大势的祝福。不管呢，咱呢大势各有贵相贵势。 咱还是要坚持伫菩提觉悟，菩萨之行啊，将的断恶知王啊。咱哪伫咧修行上重要诶呢？那就是爱断恶知王，咱平常时呢，咱诶烦恼无明真多啊，见思行吼，见思定沙。 烦恼这个无名，啊，真的三种的邪啊，遮盖了咱的一切。所以咱伫咧修行，伫人群中好修行啊。所以啊，无量法门显现在前，这咱爱入人群中，则有法度呢。甲这个见素行、定沙行。 无明息，爱伫人群中挖出来啊。伫人群中呢，体会了众生的烦恼，亲像电沙赫尔多。咱既然发心，难道爱伫即个中间呢，去断除种种的无明？所以叫做断息帝王，含汤有个。 迄种诶梦想啊，想入发挥时间诶、啊，爱把握当下吼、哦，念真啊，咱断梦连连爱断妄念，念念爱真，是真实法吼、哦。那安尼呢，则会当得正觉啊。所以莫要方便利吼、哦，因为众生烦恼这么侪，见思啊。 定沙无明啊，遮尔遮多诶烦恼，欲安怎断除呢？佛陀呢，就爱用种种方便，迄、这个力量啊来教化。 现在佛陀的方便法啊，其实伫咱善有知识的周围的哦，所以文字声卡方便说法那随发菩提心啦，听着啦，善知识善有啦，那应该咱讲的话，实在是呢，伊无心的一句话，咱呢用。 真心、道心，该吸收啦。这嘛是伫咧甲咱教育啊，所以咱啊会当用安尼诶心啦，自然咱每一回接触着每一回呢，都、就是发菩提心。所以开示三性法啦，就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各种诶方法吼、啊。 那咱用这方法呢，会当运出三界成数吼，达到迄个真空涅法，安尼呢叫做三成。吼。那将声闻、缘觉、菩萨性，安尼叫做三成。继续佛道最重要呢，就是要爱咱呢，就是行在菩萨道，所以咱人人。 菩萨道呢，是伫人群中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，爱相信人人呢，根基佛性，年龄遐尼只幼小都有法度乎。何况讲咱呢？所以咱爱人人，事事都用心嘛。